咧叫佢越做越海嘅。咁佢哋咧就唔係有水嘅，佢哋係一啲大嘅隕石坑，佢哋嘅反光能力咧係比嗰啲山區啊弱一啲，所以咧就造成一啲暗嘅海。月光係咪真係有呢啲傳說人物唔緊要，過中秋最緊要有月餅食。呢張係1953年嘅月餅價目表，睇下名貴一欄。咦？阿姐，做完了。你有没有看清楚的？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怎么会是这个答案呢？我现在要不是走投无路，我也不会回来求你的。没看错啊，就是这个答案。那你把这个题目再念一遍给我听。8977加五千。我每个月都借钱回去，还买了栋房子给你们住，这样叫不负责任吗？对不起，大家，我又看错了。没关系，如果你慢慢来，一定会看清楚的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妈妈，起来。大姐，妈妈出门工作了，记得吃早餐。妈妈，拜拜。拜拜。阿梅，我今天会比较迟，你下课先去买东西吃，我好了再过来找你。我会在食堂等你。今天我们一起加油，不让妈妈操心。拜拜。妈妈回来了，买了些宵夜，我们一起来吃。妈妈。今天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什么？两个女儿是我生命的重心，我每天早出晚归，不管工作有多累，我都会抽出时间陪她们。她们是我心里的第一位，比我自己还重要。负债累累，我该怎么办？喂？喂，你好，我们这里是学校打来的，请问是何嘉璇的母亲吗？是，我是。因为嘉璇有学习障碍，她的成绩会把学校排名拉低。我建议您帮嘉璇办退学手续，我们这里可以推荐她去特殊学校继续上课。特殊学校？我们现在没有资源，你们可以通融一下吗？我相信如果你们给她多一点时间，她一定可以的。
对不起，他已经跟不上进度了，我看你还是先准备让他退学吧。考进这间学校，现在又要退学，为什么不可以通融一下？妈妈生日快乐！怎么这么早起来呢？是不是妈妈做早餐吵到你了？嗯，因为我是想抱抱你。好，那先去看电视，妈妈马上把早餐做好。留意希年的犹太新年是给我们的，但他们的新年其实已经开始。 Amen， 永远是一段很长的时间。上帝真的很好，我今天感受到圣灵的恩膏在这里。我只想是让你知道天父爱你。耶稣这样说的，天父他爱你们。我记得我的外婆从小就告诉我上帝的故事，如果他真是一位爱我的天父，那该多好。喂，对不起，你欠我们银行的钱已经拖太久了，我们不能再给你宽限了。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钱还你们。那就宣布破产吧，把您公司所有的产业都抵押，来还清债务。他们呢就不是有水的，他们是一些大的陨石坑，他们的反攻能力呢是比那些山区弱一点，所以呢就造成一些暗的海。月光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传说人物不紧要，过中秋最紧要有月饼吃。这张是1953年的月饼价目表，看看名贵一栏。喂喂，爸，我想搬回来和你们一起住。啊，搬回来和我们一起住？我们家没地方让你住，你离婚那么羞耻的事不要牵连我们。难道面子比亲情还要重要吗？我从小都是外婆带着我，你没有尽过责任吗？我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我也不会回来求你的。责任？那你尽了什么责任？我每个月都寄钱回去，还买了栋房子给你们住，这叫不负责任吗？这些都是你心甘情愿做的，我可没有逼你。我现在已经破产了，一个人还要带两个小孩，处处都需要用到钱啊，你至少把我存放在那里的钱转还给我。你可以不管我，难道你都不可怜他们吗？你们的死活不关我的事，钱我没有，老命就一条，你要的话就来拿。对不起，欠我们银行的。因为家学有学习障碍，不能再给你长期会把学校排名拉低。我请你帮家学办退学手续。那就宣布破产吧，把您公司所有的产业都抵押，来还清债务。我看就是先准备让他退学吧。妈妈，快点起来！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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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
为什么关掉视频？医院这里不方便开视频。阿梅呢？阿梅，妈妈找你。妈妈，你几时可以出院？我们很想你。妈妈也很想你们。出院日期还不确定，医生还在做检查。那我们过来看你吧。你们不要过来，医院这里有很多细菌。妈，你进医院时我们都不可以陪你，现在我们要来看你，你又不让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对不起，妈妈让你们操心了。妈妈，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好。天父，我知道你爱我们全家，所以你会医治妈妈，让她快快回来和我们团聚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喝完了，妈妈累了，我要去休息。晚安，妈妈，好好休息。妈妈再见。晚安。我得了重症肌无力，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。如果我不在，我的孩子怎么办？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？从小被父母拒绝，婚姻破裂，公司破产，我该怎么继续下去？天父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就在这一刻，天父对我说：孩子，我爱你。在最坎坷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抛弃你，就像这个父亲背着你继续地走下去。人生曲折无法预测，曾梦魇幸福和快乐，连历练坎坷和挫折，真人一样需要力量，在波涛汹涌的海上，请追逐他们的梦想。坚强，但我把忧虑寄托在你身上，因为有你在，有你牵我的手，陪着我走过那绝望的路口，一定很双手，我去留我泪。
再担忧。我是住在香港的 Heidi， 刚才大家看到的视频是我的见证。在沙滩呢，我就被天父的爱了修复那个破碎的心，还有呢，天父的爱也把我心中那种愤愤不平啊、苦毒都融化掉了。进医院到康复是花了半年的时间，但我这个病一般是在历史上他们都要吃两三年的药，或者会终身会要吃药。但是我半年后我的身体完全的恢复。我小女儿呢，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发现她写字是左右边经常是调转，还有上下结构是调转的，但我们也只能祷告跟交托，因为我真的无能为力，也不能做什么，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资源去补习或者怎么样的。但是我们有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真一直祷告 天父的怜悯是临到他的身上了，让他们真的是在学业上一直都是居上不居下，也是以非常优异的成绩，当年也是以那个超级状元的身份进入了他们心仪的大学。父母当时非常尴尬，很难面对我们。我首先就跟我父母说，我寄放在你那边的钱就不用再记挂了，你也不用还我了，我是爱你们的。父亲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真的是天父的那个供应跟顾念。然后我大女儿就问我爸爸说，外公你要不要接耶稣到你心里去啊？然后我爸爸跟妈妈就非常的感动，就把耶稣接到心里去。然后那天家庭聚会也有我哥哥一家我妹妹一家，我们都在当天就是接了耶稣在心里。他的应许非常真，真的是一人信主全家得救。让你知道天父爱你，耶稣这么讲的，天父他爱你。我在接触到恩典福音之后，每天很棒，真的是被天父的爱所融化。我有线上有一班弟兄姐妹，我们早上会有祷告，然后也是准点会收看屏幕师的讲道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跟两个女儿 FaceTime， 然后真的吃饱灵粮去上班。我们生活在这世上会有不同的状况、难处、低谷，但是要知道这些都不是天父所给我们的，但是天父在我们低谷难处的时候
他陪着我们，他的爱人把我们一切的问题呢都能解答到，而且呢他还给我们一条出路，那个公益的路是喜乐的，平安的。